主来兄弟姊妹平安啊！感谢上帝，搁予咱机会，通伫遮三甲来敬拜伊，啊，三甲伫遮来看伊的话语。咱今仔日特别是啊，要爱国讲在圣诞的代志，圣诞的主题个吼。所以咱今仔日咱会讲到在各样的人。哦，到底在讲有的人是谁啊？因到底敢那上帝会对因在讲有的人，将伊的好消息提升显现给因？咱袂继续伫遮来讲这个题目，咱来三甲用几分钟的时间伫遮来祈祷，咱继续为着咱的情形来祈祷。哦，咱下年的选举，咱也是特别为着这样来祈祷。啊，咱继续为着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家庭的安全啊，求主底下特别的保护，特别在那有在细汉囡仔，因为到即阵也过未签着国，所以咱特别推因来祈祷啊，为着在啊，即摆人已经感觉讲真正的自由啊，真惊说讲到时因也凊彩啊，下年哦。讲那个病诶，着病诶，个升起去个，所以咱特别恳求上帝帮助咱啊，咱家己也是着注意着招来吼。咱用几分钟时间伫遮来三甲来祈祷，当心来三甲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主在每年，我有法通在这个点钟，我通过底下来纪念到主你怎样啊，来到世间变做人，为着我来到世间是为着要来担当我的罪啊，底下来为着安尼，你来是为着要拯救我，好我有法通脱离罪恶，所以主我伫遮感谢你。做阮啊，早起要讲的遮对目，做阿伫遐食着啊，你的话语，阮通伫遐得着鼓励，得着啊帮助，互阮通搁较会明白，主你到底来的点来的时阵有发生什么代志，阮伫遐也是通伫遐好好来效法，有啥物功课通学习。好法在特别早起要讲的题目，就是讲到在各样人，各阮法通对因底下来学一寡的好的模范，通伫阮今仔日也是底下来行出来。主阮将以下时间完全的交托伫你手中，阮将细囝叫你也是来啊锻炼我细囝所要讲的话，阮祝你底下心灵开启来和阮。真人，阮听众的人，拢底下有法通明白清楚。阮将以下时间完全恭敬交托伫你手中，祈祷奉耶稣名，阿门。咱今仔日要讲到跩，咱的题目就是各样的人。顶礼拜咱讲到约瑟甲玛利亚啊，咱顶礼拜有讲到看到底迄时玛利亚。伊怀孕的时阵，对圣灵怀孕的时候，到底有啥物诶情形？哦，咱看到讲，那是上帝无底下来安排，
啊，无伫遐来保护玛利亚。啊，你会啊，咱会看伊讲玛利亚现在会互人啊，添着头死，是因为伊也阁未甲约瑟三甲徛，伊已经大信，所以这是对因迄时特别伫犹太啊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这是真正的严重的代志。所以咱也是看起约瑟，伊拄着安尼的时阵，咱看起伊。是一个真正听主的人，真正一个义人，所以伊真正了解这个摩西会遭律法，所以伊也知影讲玛利亚也是会拄着一款的危险，所以伊为着真疼玛利亚，伊也是用想一寡办法要怎样来保护玛利亚，所以伊想到讲啥物，伊要暗暗哦。真正底下诶，来从玛利亚帮杀安尼个，所以当伊安尼咧考虑诶时阵，就是上帝来找伊诶使者，哦，对，互约瑟困诶时阵，互伊望起上帝甲伊讲话，哦，所以讲唔通惊，从玛利亚带来做你诶妻子。所以约瑟起来时阵，伊就是照迄、那个上帝所派的这使者，予伊的跩话，伊底下照安尼行。约瑟也是拄着为咱讲名声的危险，也是虾米代志，咱诚实讲，若无上帝底下来推因来安排，若无上帝底下推因来开路，咱诚实讲。这个圣诞的故事会变真无常，哦，圣诞的故事会变真无常，所以总是感谢上帝。上帝是，咱顶礼拜讲上帝是啥物啊？伊的确存行，伊的确成就，伊所应允的。咱也是学着讲，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所以伫伊是无啥物恶正的代志，有法通改变情形，上帝有法通改变代志。哦，最后就是讲，咱就特别来挖苦上帝，哦，咱就底下特别来辛苦主，底下特别来知影讲上帝伫咱的情形，伊有迄个观念底下来处理咱的问题，所以咱拄着啥物大代志、小代志，咱就头一项，咱就向主。以下来祈求，哦，所以今仔日咱要讲到跩各样的人，所以咱来看咱的经文，咱的经文即阵是伫路加福音，哦，路加福音，哦，新约第三本个吼，马太、马可、路加，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啊，八节到十二节。当然较停吼，咱会阁提规则阁吼，无伫遮，就是较起规则。所以咱提先看第八节到十二节，伫伯利恒的野地内有各样的人，迷间按照着基督基础，遐看过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徛伫因边头，主的荣耀四面照着因，各样的人就真正惊。第十节，迄个使者，迄个天使，吼，迄个天使对因讲：毋通惊，我保护恁一个大好消息，是变好。万民的第十一节，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内，为恁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第十二节，恁要看去一个婴仔包着布，啊，倒伫马槽内，这就是，迄个就是记号，所以就是头一挂人，吼，头一个一挂的人，天使，吼，底下来宣布这个好消息，就是跩什么啊？
供应的人，到底在供应的人是什么款的人？哦，咱客厅咱若看的时阵，咱诚实讲，在供应人是在达日咱底下来学习因这款的反应。哦，咱一奇怪讲，敢若头一个消息，哦，这个好消息，敢若唔是对在这时底下来。保护因，唔是对跩文书吼，伫因圣殿的文书的跩啊，跩伫犹太人的跩咧做领袖的人，敢若唔是对因底下来报这个好消息呢？哦，敢若会对跩各样的人呢？我有时你会看讲，敢若会对跩各样的人？无伫遮有学问的人，无伫遮有官兵的人来报呢，所以咱来，所以安尼吼，咱来看讲到底遮供应的人是甚物款的人，所以 Who are the shepherds？ 哦，敢若上帝会拣选因，要对因头一摆这个好消息传播的时，要对遮这款的人呢？头一项吼。咱来看，跩各样的人到底因是甚物款？哦，头一个就是各样的人伫以色列内，哦，伫犹太国内面，还是伫阮犹太人的中间，因是一款无名的人啦，就是人真正厌恶的一款的人。哦，英文是讲 they are outcasts， 意思是。因为着什么啊？哦，有可能是讲因为着因的背景啦。哦，因遮各样人哦，就是定定底下甲因的遮羊群相甲做一起。啊，你若咧过遮羊群，你会望到，你会动到遮羊咯，什么怪？伫因犹太人来看，讲是真无洁净的遮物件。哦，所以因遮各样人，因若讲。无法通什么啊？狗啊狗无法通入去圣殿，因为这项是讲因无洁净，所以因啊要过单要经过跩要洁净的这个家庭，个吼，因无迄款的时间啦。因甲因的羊群离开因一家，因离开因徛的所在，差不多几落礼拜，伫野地遐就是为着什么啊？咧找草要给伊的羊。因为伊个羊群底下来食，所以因无迄款个时间，哦，所以呢，因就是无法通去圣殿底下来敬拜，这就是讲犹太人。所以为着安尼啊，犹太人个吼是也看轻因这款个人，哦，所以这个吼头一项就是跩讲犹太人是伫因啊犹太人来讲是啊真正人真厌恶个。哦，无要得应，无爱甲因，我无要瓦管因这款的人。哦，第二呢，最重要的人吼是，虽然因是安尼吼，因最重要的人是真正实际，真正啊，咱讲伫英文来讲street smart， 意思是因你无法通真紧而来骗因啦，哦。因无真紧听，互人骗去。敢若因真正实际，因看起毋是安尼，就是毋是安尼；因看起安尼，就是安尼啦。因即款的人，吼，咱无爱讲是真思想真简单，讲吼，咱若讲迄句，讲吼，较无好听，讲吼，总是就是正安尼，就是因看起啥物，因就是讲啥物；因看起啥物，就是安尼。哦，所以你无法通遐紧底下来骗人，因也是无啥无咧相信遮传话，哦 ，fantasies 啊，讲安尼会变安尼，讲因遮未相信遮物件，哦，这就是讲有人第二项哦，因无遐紧互人骗去，所以因讲啥物，事实就是有影就是安尼，哦，这就是讲有人。第三，讲有人是真正勇敢。无惊，无惊，未惊的人，哦，
因为干哪无？咱会记得台北对所罗王讲什么？哦，伊要去拍这个高利亚的时阵，伊讲我好是立过阮爸爸的羊群啦，啊，若有狮啊，啊是跩熊要来食我跩羊的时阵，我就是什么啊？去拍因啊，甚至哦将因杀死。你看下这款高羊的人好是安尼遐勇敢吗？是为着什么啊？因甘瓜啊甘愿帮助因家己性命，为着什么啊？要来救伊这个羊啦。哦，所以咱伫耶稣有讲一寡的譬如，讲吼，你记得这个譬如讲，耶稣讲有一个高羊人，伊有一百只羊，不过一只拍无起，伊就将什么啊？将九十九只羊放嘞只。哦，去找迄只失迷的羊，啊，找到的时阵，就是真正很欢喜。所以讲羊的人吼是真正勇敢的跩人，无惊天气，因伫夜底迄搭，哦，伫民间历史就是伫遐，甲伊的羊做一下。所以若有啥物野兽要来，还是狼若要来的时阵，伊就是保护伊块羊群，伊无惊伊家己性命陷害。所以这个就是公义的人，就是真正勇敢，哦，无惊的跩个人。第四呢，因跩公义的人吼，无允准因对法庭来做见证人啦。啊，毋知干哪只，毋知是为着因无结证，还是毋知为着啥物，因无啥无读册的人，所以。连法庭个吼，无接受因做啥物啊？做见证人呐。所以这个恁伫法堂看起，讲上帝敢那会对遮一款个人来，将伊这个将这个好消息提升来保护因呢？有时你会奇怪，所以为着安尼个吼，你会看起对遐开始，这个好消息报出来的时阵，你已经看起上帝特别的恩典。对遮讲有个人，对咱讲真假，哦，真正谦卑的地位的人，上帝也是啥物啊？将伊的好消息传予因，这是上帝的恩典。哦，所以因虽然无法通对法庭来，也做见证人，总是上帝怎样应允做啥物啊？伊的见证人，哦。对怀天使，这个天使宣布这个好消息的时阵，所以公有的人听起，因从啥？因就是推这个天使去宣布，咱讲去传了啦，迄个好消息啦，是对遮公有的人，所以怀伫市内伫迄个个。伫台北市内面伫别地县迄搭诶人真奇怪，敢若遮讲有诶人会传即款诶话，啊，落尾因诚实去查，诚实是有影，遮讲有人所讲诶话，诚实是有影。最后，即讲有人到底是虾米款呢？遮讲有诶人吼因。真什么啊？随时的反应，甲随时的听通，主的话语，啊，就是在天使传福音的时阵，伊讲什么啊？因随时啊，因无孤单啊。所以咱来看第十五节，吼，甲第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五甲十六节，正天使离开因，离开因上天去了。各样的人彼此讲，咱来去别地行，看看遮正的正的事，就是主所启示予咱的第十六节，因什么啊？赶紧去了，就找到玛利亚甲约瑟，各有迄个婴仔，吼，倒伫马槽内。这个就是因随时的反应，哦，所以因本身看见，虽然因讲
因真勇敢，过看起这个天色是无同，哦，所以因准惊，因为这个是真难得拄着的代志，哦，因无惊野兽，伊无惊狮啊，无惊龙熊，总是呢天色无同咯，哦，特别因迄时吼有一款诶相信讲，你若甚至伫古约，哦，你若看起上帝，也是看起天色上帝诶。书家意思说上帝要掉进去了，是安尼啦，因迄时就是安尼惊啦。所以，各样人，咱唔知啥，唔知影是为着迄个原因，因才惊，还是因看起安尼遐，迄个上帝的阳光吼，四面遐照着因的时阵，因才惊着，唔捌即款的，所以因赶紧去市内。去那个亚罗斯林那边去传这件事，哦，所以因就是照天使跟因讲的事情，就是去切去申请，因切到的时候切到玛利亚约瑟甲特别耶稣婴儿，这个婴儿耶稣都在买做了，真正就是照天使跟因讲的代志，因就什么啊？归荣耀和上帝第十七节啊。既然看去了，就将天使论这件哦的话，什么啊？传开了。因看去哦，你看哦，在讲有人吼，唔是讲。人传给因，随时信，随时安尼，哦，因唔是安尼遐紧，互人骗过吼，所以因听起这个天使，甲因讲的时阵，因立刻就是去申请，啊，去查讲到底天使所讲的是真实的无？所以因看起是真实的时阵，因本身看起的时阵，因转什么呀？去传播、传开这好消息。所以咱通讲吼，咱今仔日真这个讲有的人因的反应，咱实在真值得咱底下来学习来效法。哦，唔知咱有这款的心，讲咱听到福音的时阵，咱当迄摆咱临八主的时阵，咱拄到主的时阵。经验到上帝的恩典的时阵，咱真正欢喜的时阵，真正就是圣经上帝的话，甲咱讲的是真正就是安尼发生伫咱的心中的时阵，咱创啥？我真佩服有一挂兄弟姊妹，因临八主的时阵，哦，特别因是已经大人临八主。因真细汉，虽然听到，总是呢唔捌有迄款真正个人的一款的关系，吼，甲主个人的关系。当因经验的时阵，接受耶稣、认捌耶稣的时阵，因的生命你就改变。然后呢，因唔那安尼，因开始随时底下什么呀，去甲人讲。去甲人做见证，为着什么？上帝伫因的心中所做了的好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即摆咱的圣诞，有时刚才咱有想着讲，到底咱有啥物好的礼物通送人？咱啊也阁有。未信主的亲人朋友，你第一好的礼物就是跟因讲这个好消息。我唔是反对讲咱送因物件吼，唔是，总是呢，唔忙唔是单单迄个物件，至少你嘛着写一项物，写一张批，还是一个 card， 该小块来提交主耶稣。主耶稣怎样来改变你？你若发通真简单，短短底下将你本身的见证，啊，你怎样认捌主，
见证，给写起来，给讲，这是我最好的礼物，通给你，你也是有法通甲我安尼送，通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法通安尼做，特别即阵吼，真正普遍就是咧 Instagram 咯，做伊什么啊，电脑用电脑的咯，啊 ，Viber 咯 ，Messenger 咯 ，Facebook， 做伊。所以所有的我都不知道他那麼多，你有法在那裡拿一些東西，你的見證，不忘說人讀到的時候，特別你做的親人朋友，也還沒信主的人，讀到的時候，不忘上帝的確有法用你這種的話，你這種的見證，你這種寫的一張地地的批，通用迄句用跩，就是来感动你的亲人朋友。亲爱兄弟姊妹，咱逐年咧庆祝圣诞，总是咱要送什么最好的礼物？咱对主诶，咱要给伊的最好的礼物，既然已经给咱最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咱要用什么？接下来给上帝呢，就是用咱本身的见证传给别人，将这个好消息亲像在在公园的人，因底下来将这个好消息去什么传开给人。人听到的时阵底下看起因所讲是啥实的，因在人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讲，借着咱家己的见证，生活的见证，借着咱所讲的话，人通将荣耀归乎上帝。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我望咱继续将这个好消息传开，予人来知影。天父，阮感谢你，予阮今仔早起通过得到提醒，就是讲主这个好消息，既然已经临到阮。阮有迄个责任，要将这个好消息，也是着传开，予人来听。特别阮也阁有未认捌你、未信主的亲人朋友，阮特别为着因遮来祈祷。主啊，我望讲主你伫遐予阮这个机会，通将这个好消息也是传予因。主，阮特别恳求你继续使用阮。予阮活着，无过为着家己来活，乃是为着主你、主耶稣底下来活。阮安尼祈祷，是奉耶稣的名，阿门。